网友评论都说你丑，我觉得这样有失公正。你看你眉毛长得也挺好，眼睛也不小，鹅蛋脸，小巧精致，还有一对小酒窝，鼻梁像用尺子画出来一样笔直。这样一张脸，再戴上眼镜，不禁让我想到奥特曼。真的？哎，佳琪，你这手上涂的啥颜色啊？跟杀过人一样。那我重换个颜色，你看这几种哪种好？哇，这个颜色跟掏过粪一样。我去，这个不会中毒吧？这不是灰指甲吗？这个不用涂，刚好我最近指甲有点灰，我给你传染。真的？哎，你不是最近减肥吗？还在吃？多少斤？105啊。105？你这么矮，体重超过三位数的女人没有未来，反正我以后是不会找体重超过三位数的女生做老婆。哎，你别走啊，还没说完呢。鉴于波儿种种不可描述的行为，我们做了以下测试，请问这两个女生哪个化妆了？我的回答是 A， 大红唇。错，涂了口红的女生并没有化妆，没涂口红的女生她涂了三层粉底。请问图中这个女生正在做什么呢？我知道，在刮胡子。错，她用的是洗脸仪在洗脸。洗脸仪采用最新的纳米技术，它可以轻松有效的清除女生脸上的污渍哦。请问图中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没问题，烟灰缸。错，是气垫 BB， 可以让女生变美的东西。最后，请问图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个我知道，大号卫生巾。打死他！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用洗脸仪洗脸更干净。没嘲讽。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现在决战杀城的等级已经超过老妹了，我现在可以在游戏里面暴虐他。如果你也想在游戏里面暴虐他，欢迎和我们一起来玩决战杀城吧。进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点击下方的游戏，进入决战杀城，一起来暴虐老妹吧。